夫妻抢小孩监护权，竟要求医师这样做。爸爸跟妈妈分居抢这个小孩子的监护权，看什么财力啊，看照顾。爸爸就说，如果以前都是我带来看病，好像会占有一点优势。希望我帮他开过去五年，在诊断证明书上面写说，过去五年大部分都是爸爸带来看病，妈妈偶尔有来，也都很冷漠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